好，本山住持慧雄大和尚、戒相大和尚、法达大和尚、我明大和尚、灵济大和尚及续振大和尚联合主持祈福弘法大典。大家起立，我们赞颂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念药师灌顶真言。三秒三
是弥撒是三宝经的向法界，愿普天下一切父母长寿安乐，愿普天下所有儿童增长智慧，愿普天下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断烦恼证菩提，了生死，成佛道，祝祷世界永久和平，国运昌隆，人民安乐，社会安定，民族和谐，所有功德主护持法会功德，消灾延寿，法体安康，家庭和乐，事业顺利。昼六时，夜六时，昼夜六时，恒吉祥。今天有居士啊，要供养这个蛋糕，要请慧律长老来祭这个蜡烛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祷。我们请师父哈，大家合掌。我们晚上不念供养，大家念阿弥陀佛三称哈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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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断一切恶，愿断。愿修一切善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，誓度一切众生。啊？讲两句。啊。那么法会进入第二天，啊，接近这个尾声，但是慧雄大和尚、初三长老，人家不辞辛劳。大家也很辛苦了哈，啊，这个法会这么庄严，还叫我吹蜡烛，我一辈子都没吹过，别人来吹啊，太没威仪了哈。大家吹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不吹了。来，大家亮灯，我们来传灯来发愿，好吗？好，大家亮这个灯，明天再拿来，我们明天一起再来传哈。回向发愿，
要离开，我们奉送主讲长老慧立长老，大家诵念佛号。同时恭送诸位法师离去，大家不能先走。我们是释迦牟尼。圆满结束，恭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法体安康。现在我们以佛曲《无尽灯》供养三宝。好，大家要唱佛曲的人慢慢留下来，我们唱《无尽灯》来广结善缘，供养诸佛菩萨。古老的一盏灯，燃起在孤影隔壁孤影家园，是这一盏灯，躲过了长夜。
相许，念念不弃，恩恩不弃，念念相许，恩恩相许，念念不弃，恩恩不弃，念念相许，念念相许。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来吃席啊！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晚上晚安，阿弥陀佛。